解决什么问题，不用告诉我姓名字，告诉我有什么的事情就行了。好的，我来解决我女儿那个皮肤的问题，就是她有牛皮癣。啊，好像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痒，好像痒啊，好像那个胳膊痒啊，好像胳膊痒啊。胳膊痒。这边痒啊，他总觉得有蚂蟥爬在身上呀，总觉得有蚂蟥啊爬在身上呀，总觉得是蚂蟥爬在身上呀。那个脸上也痒，好像痒啊，痒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看到一个老太太，应该好像是女儿的外婆啊，好像。哦。对。哎，你说。你说。啊，好像那个好像外婆啊，也有可能外婆的在上一代，也有可能，反正那个样子，那个年龄看着像外婆的那个年龄呐、啊。她曾经那个在60年代的时候。我不知道年龄对得上他是外婆还是外婆的再上一辈啊，反正是外婆这边的。他那个插水道啊，种那个水稻，种水稻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了有几个蚂蟥爬在他身上呀。哎，看到他蚂蟥爬在身上以后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蚂蟥，但是越是打他越是不走啊，他交叉的在骂呀。他交叉的在骂那个手上骂呀，又是痒，后来一看的话，身上好多蚂蟥呀。哎呀！好多蚂蟥的时候，他就拼命在挡那个蚂蟥，挡又挡不了，越搞越严重的，人都要疯掉了，感觉当时人就崩溃了呀。哦。你赶紧跟他说，你也不要紧，反正你听你外婆啊，听你女儿的外婆说就行了。叫出来不要紧，反正叫让他解决就行了。你跟他说，外婆，我不要紧，我赶紧给你身上撒盐。外婆是有可能是我岳母，外婆不要紧，没关系，我赶紧给你撒盐。撒盐，我赶紧给你撒盐。撒盐。对，你们说，我赶紧给你撒盐。那个蚂蟥是怕盐的。蚂蟥怕盐的，那时候他已经晕厥过去了呀，他已经晕厥过去，看到那么多蚂蟥啊。你赶紧对他说外，你就代表你的小孩在说，外婆，你看那个蚂蟥，你出血了。外婆，那个我看见蚂蟥出血了。脚臂上也痒啊。他最现在目前看下来是。那个胳膊和那个腿啊，那这个地方呢、啊，这几个地方上面那个爬了好多蚂蟥啊，最主要这几个地方呢、啊，脚臂上也痒啊，哎呀，反正那个腿和脚臂啊，还有那个，你赶紧跟他说，我给你撒了好多盐了、啊，我给你撒了好多盐了、啊，我给你撒了好多盐了，蚂蟥你出血了。现在蚂蟥你一个掉下来了，你告诉他，赶紧告诉他，一个掉下来。你不要紧，那个蚂蟥已经掉下来了。下地去那个插秧的话，那是不对的。把一个
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说人家马房都没见过的那个吓死了。哎，对，马房都没见过的，突然发现身上爬满了马房，就吓死了呀！真是吓成这个样子了呀！身上爬满马房，吓死了。哎，所以他在阴间呢，他在不断的骂，就把皮肤骂坏了呀。所以把皮肤骂坏，实际上他在阴间拼命搞那个马房啊，拼命打那个马房啊。哦。啊。哦。哎。啊，外婆。哎，你说，我在跟你身上。我再给你身上撒点氨水，氨水就是那个农村里边那是叫当肥料用的。哎，你说我在身上给你涂点氨水。给你身上撒点氨水。哎，虽然那个，对，虽然那个气味不好闻。虽然那个气味不好闻。但是那个马房怕这个东西的。对，马房怕氨水。哎，对，因为那个马房怕这个东西的，你对他说，对那个外婆说，那个马房怕这个东西的。哎，对对，你看，你说我现在跟你身上全身上下都骂完了这个氨水以后，你看那个马房根本不想靠近你了。我把你身全部就是骂完了，还脚上也给你骂了，全身都给你骂了，你身上马房就没有了，就走了。哎，对，你看现在我跟你骂了氨水以后，他都不愿靠近你了。我跟你骂了氨水以后，他都不愿意靠近你。哎，你看他闻到这个氨水以后，他反而逃跑了。哎，他逃跑了。哎，对，你说外婆，那个马房既怕盐又怕氨水。那个马房，那个马房既怕盐又怕氨水。哎，对，他只要发现有盐的话，他逃都来不及啊。对，他发现盐，他逃都来不及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对，现在你说，你赶紧也给他，你撒点盐，你看看，你我赶紧撒点盐，你看。哎，你让他自己撒点盐，你自己撒点盐看看。啊，外婆，你自己撒点盐。哎，你或者泼点那氨水。泼点氨水。哎，你看看，马房跑都来不及，根本不敢靠近你身，他跑都来不及啊。马房跑都来不及，全跑都来不及。哎，哪敢朝你身呐、啊？对，哪敢朝你，不敢朝。哎，根本不敢朝你的身呐、啊。不敢朝。哎，对，不敢朝你的身体，就不敢。靠近你的身体，不敢找你的身体。哎，他一定说不敢找他身体，而且他能战胜那个马房啊！他通过盐和，哎，他通过盐和那个氨水啊，哎，能够战胜这个马房的事的，他就安息了呀。哎，他就安息了呀，哎，就睡过去了。哦，然后你那个纸上写啊。因为他现在他阴间呢，知道这个消息，他已经沟通上了，你同他沟通上了。然后呢，你那个在一张纸上写300公斤盐，一张纸上写300公斤盐。哦，300公斤盐。哎，对对，你写一下子。好的，300公斤盐。在另外一张纸上写那个三船氨水。哎，对，小船上装的。然后呢？另外一张纸上。哎，另外一张纸上，就两张纸分开。哦，另外一张纸，好的。哎，三船氨水。哎，三船用小船装的，小三船氨水。氨水。哎。好的。哎，然后呢？你找随便找个时间，你就今天是用个点个火烧给他就行了，他就收到了。哦，今天要烧给他。哎，烧给他就是那个打火机一点就烧掉就可以了。哎，烧掉以后他就收到了，他收到以后，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保护神，盐和氨水就是他的保护神，他在阴间就安心了。好的，我呢不知道人家情况，好像呢就像那个年代叫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时候，他到那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那个马房的事情了，一下水就碰到这个事情了，当场就下阴过去了。后来就像。哎，相当于得了恐惧症一样，到了阴间以后，相当于得了恐惧症以后，又在害怕那个马房呀。哦。哎，今天呢，他把他那个，你帮他呢，用那个盐和氨水呢，把他马房赶走了。马房赶走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他也教他自己用那个盐和氨水啊，自己撒了一盆，马房也走，他亲眼看到哦，能够战胜他。
然后呢，你再给他那个300公斤的盐和那个三船那个鹌鹑的话，他哎，对他觉得很安心的，有就这样就不恐惧了，不恐惧以后他再也不骂了，不骂以后就正常了。哦，哎，好的，哎，他是在阴间骂出来的。哎，骂出来了，骂到阳间了，后他才在那不安息啊。然后你把这个给他，就是，你不用真的买去买盐，就只烧给他就收到了。好的。哎哎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好的。啊啊啊啊！谢谢。啊好，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，应该那个过了隔了一阵子以后，他身上那个痒啊，他那个皮肤为什么说那个像牛皮癣似的？他那一直骂，把皮肤骂坏了，阴间骂过来，骂到阳间了，就骂坏了。哎，他不骂了以后就好了。哎，有时候那个，有时候这个地方也有点痒，这个但这个地方不是最严重的。哎，对，这个最严重，暴露在那边的最严重。对。哎，原来是马房吧？哦，好的。啊，好的。哎，不用谢，好。那这样，我过后把那个把录像上传一个给你，然后你再仔细看看啊。反正就是按摩的助剂就行了。如果说只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，这个就是适合就慢就好起来，就不骂了嘛，不骂了皮肤就好了，就是骂出来的。那就全身病都好了。哎，对，他也就这个就是外婆的症状。哦，外婆的症对。哎。对，外婆因为他可能是那是在无锡嘛，无锡可能有水稻田啊什么。哎，对，水稻田，而且他那个插地如果突然跑到那边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太阳下去会遇到那个马房，不像从小那边长大的。如果从小长大的话，看到马房接受不了，不会下来一人都进不去啊。那我们是今天晚上烧个纸，就是普通的纸就行。哎，普通纸就是刚才你有纸的话，随便什么，你就写的这个东西，就相当于就是他就拿到了就保护，他有了这个东西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好的不用谢，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好啊，不用谢，再见啊，好。再见。哎，再见哎。